其实是我刚刚回来，因为我刚刚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我特地去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嘛，所以呢又要开我生日蛋糕喽，耶！一二三，慢慢拿，一二三，慢慢拿。一二三，慢慢拿。哎呀，慢慢拿，慢慢拿。一二三，慢慢拿。咿呀！哎，我这个蛋糕跟去年一样哎，这个本本，来唱生日歌吧。Happy birthday to me。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yeah. 我希望，我不可能像今年那样子啦。OK， 第二个愿望是，我希望我整个 social media， 不管是 Facebook 啊、IG 啊、YouTube 啊、TikTok 啊、抖音啊，整个 social media 一兆的粉丝来 follow 我，或者是 subscribe 我，或者是 like 我都可以。第二个愿望呢，我希望。可以开到我自己的 studio， 还有整个卡地亚分行啦。第三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所有风风雨啊，所有灾难，所有不好的事情啊，快点挂掉，过我们的平常生活，耶、yeah! ！刚刚呢，我收到一个西瓜包裹，这个很有可能啊，是黑粉来送我。我也不懂啊，这个货是黑粉送给我的，没有啦，是洛奇送给我的。其实他知道我生日啊，谢谢洛奇送给我这两份生日礼物。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开箱惊喜的生日版收到了，开箱惊喜。好，开箱道具啊，一切啊，圣叉叉叉好过胜过你啊，圣叉叉好过胜过你啊，圣叉叉好过胜过你啊，圣叉叉好过胜过你啊。最近流行这句话啊，我生日啊，不要乱骂人。来开箱，看看怎么开箱。今天打了一下就可以开箱啊，色调一点，跟领带打，终于开到。妈呀，好像手机耶！哇，那可以看一下我帮我买的。哇，这样 Q 啊！妈呀！哦，真来了，很小个哦！哇，超小哎！我现在等几个小时后，我才看一下有没有发亮了。OK， 开多第二个礼物箱，我看一下。什么？应该是脚架啦，我觉得。哦，多小啊！哎呀，哇，哇，老哎，怎么有轮子哎？哦，哦，我懂了，这个是麦啊，这个是脚架轮来了。哎呦，方便哎！哇，它有lock哦。其实我都这样放啊。等一下，看到吗，各位？这个是脚架轮来的。其实，哎，我怕看不到啊。你看，哇，方便！下次如果拍摄啊，这样子我可以推来推去，不用这样麻烦。因为比较麻烦一点点，就是要自己调咯。
调整那个脚的部分，而且是很用力，你看，一定要很用力啊，哦。2000 years later. OK， 等了74天了，终于超时了，来看一下。哇，超亮哎！哦，幸好后面我没有开灯了，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对比好不好？我才掉泪，哇，这还亮，这些是特别的镜片，有分蓝、青、黄、粉红、深浅，还有紫色。我先放蓝色先啦。不过还有点麻烦一下，它是后面有一个显示的，不过老实讲它比较超亮一下，如果不要这个皮的话会比较亮一点，像我改天啊射两边比较容易看到我。我收拾的时候啊，若是有联络我说那个，如果你说这个礼物的话，我想我跟你讲生日快乐，大哥，我相信你这两份礼物可以帮到你，虽然有时候很忙很难参与，但是大哥我相信你，你可以，你可以的，你的潜能可以发展到全世界正能量，加油，不管你是战士还是战神，勇也都是孤独的，但是你不是一个人奋斗，你还有我，你的好朋友还有你的粉丝都在为你奋斗，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希望你可以做到你的网红还有你的理想啊，奋斗吧战神，好 brother， 好 brother， 洛奇，真的很感人，谢谢你啊，洛奇，真的有这样子的好朋友的话，真的不能失去。谢谢你啊，礼物送给我，我一定好好会做好这 YouTuber 这些理想啊。好了，影片到尾了，如果你超级终极超级无敌像我一样，记得按 like 吧。如果你是个人这样子，记得按小铃，立即下方我们游戏。放心，这个五个保持不了的。如果还是也是过奖吧，跟我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吧！不要看我这么好了，等我一次吧 ，ciao。